一个来不及停下的脚步，一双来不及伸出的双手，一场车祸造就一场邂逅。就这样，用幸福、痛心和眼泪构成我们的故事。一杯咖啡，一本书，品味你我共有的点滴。一声叹气，一个笑，仿佛回忆你我的秘密。春暖烟雨时，浪漫你我相遇时节。寒冬夜晚时，聚光灯下相扣飞舞，星光月色时，回忆蒙起一层薄纱，白云苍苍时，朦胧了渐远的背影。情到浓时爱深处，不堪幽梦太匆匆，月光斜照帘影动，夕阳下几片残红。自古多情不相思，人生不过梦一回。梦中诉尽道别离，无奈缘起又缘灭。人生几许感慨，几许痛心，几许无奈，这就是我们的秘密，我们的故事。同学们记得把作业交上来。哎，浩伟，老师说什么作业啊？就120个字的自传啊。啊，对对对对对，我忘了。就那几个字随便掰就好了啊。嗯，谢啦。我是严孙毅，今年21岁，桃园人，目前就读北大外文三。平时除了上课，最喜欢打篮球、唱歌，还有 You've got mail。 星座运势，今天的牡羊座运势大起大落，小心有血光之灾。除了留意周遭事物之外，也要留意身边的人，因为你有机会在今天结束前遇到一生中的挚爱。血光之灾，挚爱，哼！今天的课到此为止，下课。阿姨，我们去吃饭吧，走啦。哦，不了，我有点事要回家一趟。哦，好吧，那明天见，拜拜。哦，拜。欢迎光临，请问几位？两位。好，里面请。请给我两杯热咖啡。好，马上来。小嗨，两杯热咖啡，四桌。好的。不好意思，我来晚了。刚下课吗？是啊，马上就赶过来了。那这里就交给你，我先走咯。好的，路上小心哦。嗯，好，拜拜。喂。我刚下班啦，要回家换衣服。小姐，有车！
安。早啊，今天回去上班了。对啊，休息一个月也够了啦，再睡下去我就变成废人了耶。哼，也对，换成我也会受不了。那你路上小心咯。好，先走咯，拜拜。好，拜。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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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哦，天哪，我都要到门口了，怎么现在还下雨？啊，不好意思。对不起。哎，这个男生怎么这么眼熟？这女生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不好意思。我才不好意思嘞。你先请。谢谢。欢迎光临，请问，哎，小嗨你回来了？是啊，在家好无聊哦。太好了，对你的伤好点了吗？有比较好啦，不过就是有点啊，我的头还是有点痛啊，而且因为手那边受伤，我就很担心说那个疤痕什么时候才会好。哦，原来他叫小嗨啊，可是我到底在哪里见过他？怎么想不起来？先生，先生，哎，哦，是。请问你要点什么？来杯曼特宁吧。哎，小嗨，你猜今天曼特宁先生会不会来啊？曼特宁先生？就是最近每天都在店里去指点曼特宁的那位大学生啊。应该是大学生吧。那就再等等看吧。说起来，他好像是从你回来上班后就天天出现在店里耶。该不会？该不会你连一杯咖啡都要我帮你泡吧？啊，对了，我的咖啡。到底是谁啊？我怎么都想不起来。可是好像在哪里见过。他为什么天天都来啊？该不会……哎呀，不会不会不会，一定是我想太多了。来，欢迎光临。你好。你好。请问要点什么？给我一杯曼特宁。先生，你的曼特林好了。哦，谢谢。啊，你的。谢谢。哎，你的手怎么受伤了？哦，那是上个月车祸的伤啦，现在已经没事了。哦，那这样就好啊。怎么会突然发生车祸嘞？啊，就是过马路的时候不小心被撞了。真的假的？我上个月也发生车祸哎，不过当时是为了救一个女生，倒霉的是哦，人没救到，我们就被撞了。天哪，听起来也太恐怖了吧？对啊，而且就在这附近哎，你看，就在对面的马路上。你说上个月对面那条马路？对啊，还有啊，那个女生我到现在都还没有见过耶。啊，该不会是？哎，那你呢？哇，我也是在那条马路上啊，然后好像有个男生就拉着我，可是……该不会也是上个月十九号吧？哎，你怎么会知道？因为我就是想要救你的那个人啊。姐姐，你电脑在叫。好的，谢谢你哦。嗨，你在忙吗？哈，不忙啊，吃饱了吗？吃饱了。
其实我有一件事情想要请问你。嗯，什么事啊？就是啊，下礼拜天是圣诞节嘛，所以我想说啊，想说什么？就是我学校有一场圣诞舞会，希望你可以跟我一起出席，所以我想邀请你当我的当舞伴，可以呀、啊。嗨，又是我。嘿，晚安，怎么啦？就是刚才跟你说晚会的事情，我说想要邀请你。哦，可以呀、啊。我其实就是想要你以女朋友的身份跟我一起出席，可以吗？ When we finally kiss goodnight, how I'll hate going out in the storm. But if you really grab me tight, all the way home I'll be warm. Oh, the fire is slowly dying.And my dear, we're still goodbye. But as long as you love me so, let it snow, let it snow, let it snow.抱歉，你还好吗？你最近看起来怪怪的。没什么啦，只是、哦、有点头痛。那你还在上班？我来剪啦，你去休息。没关系啦，又没有什么大碍，你去忙你的吧。啊，我拿玻璃去后面倒。嗯，那你小心玻璃哦。嗯。嗨，思莹，我要找找小嗨吧，除了他应该没别人了。嗯，我来接他下班啦、啊、麻烦你咯。我、哦、真受不了你们。小嗨，你亲爱的来了。哎、欸、别闹了啦，有客人在。对对对，那你们赶快低调约会去，剩下的交给我就好了。太感谢你咯，我先走咯。